这叫什么？探蜘蛛。噔噔噔噔噔，探蜘蛛。豆子突然自己穿上哥哥的衣服，真是适合啊！两兄妹真厉害。我们是山洞探险队，我们是山洞探险。11月29号星期日的鬼灭车车二，三二一，爱雪，每人30块零用钱。95175，妈妈登记一下，195175，10，210，200，160，235，只有这样子而已。235，来，明信片。嗯，我喜欢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、1秒钟，他补一秒。妹妹两个，姐姐一个。这是胸针，这是胸针，一人一个。哇，海报大，海报长，海报大。香香啊，先准备口水。好来。我怎么剪啊？来，起头。好，我先走开，你。还有还有还有，就是说，姐姐你没有修修嘞。修修嘞。哦，很甜。你看梅梅香的这么甜，来过来香一个。我的不甜。这个是鬼灭的纸胶带。嗯，它是宫崎版本的。它这里有一只灶门祢豆子，灶门祢豆子它手中它嘴里咬着了鸡肉丸，旁边的鸡应该傻眼才对。而这里的灶门炭治郎手中拿着鸡肉丸盒，那只鸡在背后准备偷袭它。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咯，有豆子吗？摔倒了，脑震荡。你是靠枪？这期间谁让你把他偷溜出来？你是靠枪？好扯，好扯，好扯，好厉害，不行。贼子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至少该有点分寸吧。这叫什么？扇蜘蛛。扇蜘蛛。不适合来安头。一路是给的头，它要怎么在这啊？戴戴看。噔噔噔噔噔，探蜘蛛适合。红豆子突然自己穿上哥哥的衣服，探蜘郎也穿了。就是打完那个，打完什么？打什么？他的那个什么？叫什么？爱吃桃子的那个。跨越，对，跨越。但打完跨越不是这样。好，炭治郎也穿上了祢豆子的衣服，真是适合啊！两兄妹真厉害。真的很适合哎，而且祢豆子穿这个超可爱。祢豆子戴上七只兔的头套。豆子妹妹，猪猪猫弟，猪猪猫弟。上火车，火车啊！一绝胜负，土地的主人。
没有，他们都掉下去了。谁？啊！什么吊车？掉到我车，我就正常坐就可以了。我的喜来，那次靠，我跟你说，那里有很多的花哦，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桃子，还有那里有个小河哦，你可以，应该会游泳吧？鲨鱼先生，可是我不会游泳啊！看我背你过去，我绝对不会让鱼豆子的脚尖碰到水的。奇怪的声音，好，我在这说有打呼声，也有很大的打呼声。好，我们前进吧，一号手下，二号手下，我们是山豆探险队，我们是山豆探险队，啊哈哈哈，进攻！快去啊，三号手下，我给你亮亮的橡树果。我的职责，这里这个列车上的人一个都不会死，砰，死了。延迟呼吸，二之行，上升延天。为什么一开始就先直接打向受伤的人？因为我看他不顺眼。看来你对人的价值评观跟我不同，是吗？我叫一窝座，请多指教。我叫炼狱信众郎，术式展开，破坏杀，罗针。三只鸭，可恶，被别人截胡，快退缩了，我不是因为已经快输了，而是因为太难生气了，不缺口。我也这样子来做，你看，这锻炼。不，像现在第一，我们早上6点多去训练，下次。